不义是吧，于登登？我今天晚上回去就排兵布阵，明天我就把你亲权债给拿下来，我让你做我家家夫人。排兵布阵？你懂什么叫排兵布阵吗？先打赢了我再说。你走不走？滚！等等，穆夫人，谁允许你在这儿的？我听说你牙疼，所以带了一点药给你。 雨等等，你清醒一点。他可是刚要杀过你的人，不要因为他对你一点点好，你又心软，这是你最大的毛病。眼不见心不烦，眼不见心不烦。跟你睡觉。